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您光临德云社，这是广德楼剧场，精彩的节目正式开始，请欣赏第一个相声《买卖论》，表演者张龙正、李龙岩，掌声鼓掌。谢谢各位的掌声啊！感谢各位。上到台来，心情非常的高兴、激动啊！来了不少的这个好朋友，可不，尤其今天这个日子呀，也特别的不错。哎，好日子。3月15号。对，今天呢，天儿的凉，因为您抽的。这都11月份了，那就是11月15号。因为什么呢？今儿不是15号。哎，我喜欢15号。怎么了？15号发工资啊，就为开钱了。今天14号了啊，对，明天就发工资了，高兴吧？我心里非常高兴，挺好的。我觉得今天这个看观众的这个眼神啊都不一样了。怎么呢？心情非常高兴哦。这一个月以来，我就觉得今天的观众，格外的好看，是吗？男的格外的帅气，嘿，女的格外的漂亮，要鼓掌就鼓出来啊！这个孩子呢，看起来格外的聪明，你看看。老人呢，看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。对了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太好了，来了有这个老观众，嗯，也有这个头一次来的朋友。哎，有。问一下在座各位，有没有头一次来到这儿听相声的？有。啊，举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嚯！我的妈呀！这么多呢，还真不少啊！由此可见呢，啊，这是快黄了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什么叫快黄了？不是那个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应该换一个更大的剧场了。哦，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来听相声，可不吗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，都高兴。包括这个新来的朋友，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德云社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这个德云社在网络上也是极负盛名。哎，反正影响不错，大家伙儿来北京旅游，嗯，顺便呢来一趟德云社听听相声，消遣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高兴了。我这个人也比较喜欢旅游。哦，您也爱出去玩？您比如说上个月，我去了一趟这个河南嵩山少林寺。哦，上那儿玩去了。不光是玩，还有什么？烧一烧香，对，祈求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。哎，这不错。顺便啊，也找了一下这个少林寺的老方丈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对，找他聊聊天，也不光是聊天，还有什么呀？让这个老方丈啊，啊，给我的嘴开了个光。这嘴怎么开光呢？怎么开光？就是让这个老方丈的嘴呀，啊，亲了我的嘴。我这碰见一老流氓，对吗？不是流氓，这不是流氓，开光，这叫开光，从现在开始。哦，我说什么什么灵，哦，有这能耐，哎，给我鼓掌的朋友怎么样？发财100万。给我叫好的朋友怎么样？发财500万。啊！连鼓掌带叫好的，发财1辈子。啊，这又瞧出来了，瞧出什么了？都是财迷啊，尤其是那个大哥，嗓子忒大，嗓子都劈了。嗯，但是啊，大伙儿都想有钱，对，我也想有钱。嗯，这不明天不就有钱了吗？哎，对了，明天我们就发工资了。嗯，心里呢特别的高兴。说半天了，而且这个相声演员想要挣钱呢，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好的研究相声，哎，学习相声。对了，到台上呢，把自己所学的奉献给您各位，展现出来啊！当然也希望您各位啊认识我们。嗯，我在这里呢也做一个简单的调查。哦，怎么？问一下在座各位，嗯，有认识我的吗？有，没有？都不认识啊？不认识，不干了。回来，这么大气性啊？不是。不认识说明啊咱没名气。没名气很正常。对了，年轻的小演员嘛，岁数不大。既然大家伙都不太认识呢，嗯，我们哥俩就当着您各位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自我了断。对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哎呦，我的我们那个好像要死，这是怎么着？
助助兴。没听说过啊，咱就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，哎，先从我开始吧。好，我姓张，叫张龙正，谢谢各位。哎，张龙捧了。接下来，哎，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。好。等不及了，这是我花钱雇的，我的搭档，哎，李龙吟，谢谢大家。您看我一介绍完呢，我也得鼓掌。哦，为什么鼓掌呢？怎么？搭档之间呢，就得互相的帮衬。哎，可不吗？互相的捧一捧，哎，就是互相的这么抬高抬高，嗯啊，所以说呢，要在台上啊，嗯、尽量要说人家的这个优点、嘿长处，哎呦，这得谢谢这得多说一说，哎，谢谢。就像人家那个短处呢，嗯，就不说了，什么玩意儿就不说了，就说你不好的地方、缺点，咱就不说了。我的短处就是话筒比你短一点。怎么的？什么者说您有这些个短处，咱就不能提了。我这是不提这个。对，你比如说这个相声理解，嗯，人家确实比我强。咱先说这优点啊。哎，谈不到。相声理解比我强，你谈不到。这怎么能谈不到呢？您客气了。您各位听我们两个这个名字，都带一个龙字。对呀。什么意思？您说说。郭德纲郭老师收徒弟分八科。哦。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哎，这么八科。我们哥俩是龙字科的学生。对了。对吧？嗯。想当初我们在网络平台上，做了一个德云社龙字科招生直播。哎，有这么个事儿。谁对相声是真正的喜爱呀？哎，谁能够说好相声啊？哦，谁说相声有天赋啊？嗯，招进德云社来学习传统相声。哎，有标准的。这位老师与众不同。哎，您老师，您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啊。哦，给各位爆个料，我介绍一下。这位老师，是唯一一个在德云社龙字科招生直播过程中，受到过郭老师点名表扬的演员。这个郭老师夸过我啊，当时郭飞扬是这么说的，这个哥哥呢，长，谁夸的我？郭飞扬，郭飞扬夸我。对，你说郭麒麟都对得起我，不是？郭飞扬啊，先在这个某音上啊发现。某音干嘛？就是抖音啊，就是抖某啊，抖某，这一样，就是抖音。先发现的你，哦，后来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了郭德纲郭老师。嗯，郭老师接过手机一瞧你的视频，哦，当时又给了四个字的评语。哪四个字？神马玩意。这是夸我吗？这是夸您，这不贬我吗？为什么那个说他神马玩意？啊，刚开始一瞧这视频看不懂。郭老师看不明白，是吗？后来仔细研究发现啊，嗯，这个人有创新。哦，是啊，对相声结构啊、包袱啊，嗯，我们行话叫梁子呀，都有创新。嘿，这是夸您。哎呦，谢谢郭老师。为什么人家这个相声说得好？天津人。对了，家是天津的，对不对？您各位，今天在座有这个天津的吗？有吗？没有是吧？没有。天津这个破地方呢？你这都什么意思？没有天津就骂街是吧？天津这个好地方啊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天津是个好地方。哎，对，那儿的人呢，打小听相声，嗯，耳濡目染，嗯，人家相声就说得好了。哎，是熏陶吧？你像研究相声这方面，我研究不过人家，嗯，那我只能研究点别的。哦，您研究什么呀？您比如说我们这个，您各位买票，花钱来听相声，哦，我们这是不是做生意呢？这是生意，这个就是我研究过的一个问题。是的，我觉得不是。哦，这不算生意，生意又叫买卖。哦，有买有卖，就是您花了钱了，您能买能拿走点什么？嘿，但是您到我这儿呢，您花了钱买了票，坐在底下，什么都拿不走。嘿，这叫什么？诈骗。纯诈骗。什么都拿不走，现在打击这哈，什么这是？不是诈骗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呐，这个算熟艺。这是几号？熟艺，熟艺怎么讲？就是眼熟是一宝。哦，而且您各位来这儿也不是说拿走什么，嗯，
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您各位来这儿，嗯，是寻欢作乐来了啊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我们是这那个词儿撤回，过三分钟撤回不了了，快撤回走。哎，就是这个，哎，这叫寻找欢乐，就是您各位都是寻找欢乐来了。咱这是相声会馆，不是相声会所。对，我们是相声会馆啊，我们是卖笑的。卖什么？卖笑的，把屁麻带笑。不是你听到哪个笑啊？就是说笑容哦，欢笑。哎，对，您花点钱，完了找找乐，对，放松下身心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嗯，而且您看这个买卖呀、嗯，还分多少种？哦，这就有区别。哎，有那个让人的买卖，还有那个不让人的买卖。哦，这让人的买卖是什么呀？就是门口有啊，鞋铺。哦，卖鞋的，早年间这个鞋铺啊，都往里让人，是，而且他这个让人呢、啊，嗯，有讲究，有什么讲究？人家跟你特别的客气，嗯，特别的恭敬，哦，把你让进店里来之后，嗯，三言两语能让你把这鞋买喽，是吗？哪怕你不想买，都得买，不想买都能买，都能买。哎，那你这是没碰见我，碰见你呢，我就不买，你肯定得买，我不买。要你头一个买，我没需要，我买鞋干嘛呀？你肯定得买，我就不买。没有你这么轴的，我就这么轴。没有你那么拧的，我就这么拧。没你这么不是人的，我就这么不是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肯定得买，我就不买。这么，各位他不信，我不信，他不信，咱俩来了。哦，我呢就来这个卖鞋的。嘿，您呢就来一个在街上遛弯的。哦，转弯的。哎，对，哦，我三言两语把你弄进来之后，就能让你把这鞋买喽。话太大，绝对得买。来一回试试。哎，要是你不买，嗯，我给你一毛钱。格局太大，行不行？你吓死我！肯定得买。哎，就不买。买，试试。来回试试。你就试试。来一回。这玩意儿，不买鞋，不买鞋，真。我们迎接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客人。看不见的站起来看啊！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断了我的双腿。我没有腿。不是我，你得有腿。你得有腿，你不能乞讨啊！这是严禁乞讨。我没有腿。不是，你得有腿，你先站起来，你先站起来。我没腿怎么站起来？你先站起来。我站不起来。你站起来，快点站起来。干嘛非得有腿？他不站起来是吧？今儿啊，我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。哎，别！马瘦毛长，急得胖。哎，行，好，这您等会儿。没腿，没买吗？你得有腿。还得有腿。有腿。这么麻烦啊？对，你得有腿，你得跟我聊天。行，别约了。那么迎接我们的第一位客人，我有腿了，我有腿了，我还能高抬腿，还能大跳大跳。没买，鼓掌 ，please。没有买，我有腿，一双健全的好腿。没买。你有病啊！我刚长出腿来。不是，你得能让我拦住你，咱俩得能聊天儿，聊天儿，聊天儿，能聊天儿，聊天儿，来，迎接我们第一位正常的客人。您好，滚蛋！漂亮。没有买，我没买。我没买，我就不买。就你这样的不挨揍吗？你挨揍不是一顿两顿了，真是怕你这个。不是，你得能跟我正常聊天啊！谁一见面滚，还非得正常聊天？正常聊天，费劲，来，迎接我们第一位能正常聊天的客人。哟，先生您好。先生，哎，您遛弯呢？转转转转哈，哎，您上我们屋里待会儿，
嗯，您这是干嘛的？我是个卖鞋的。卖鞋的？对，我不买鞋，在这。哎，没让您买。嗯，这不是天儿啊，有点凉了。哦，您进来暖和暖和。喝杯热茶，夫人，好不好？您坐会儿，坐会儿。行，对不对？待不住，待不住。没事，没事，您坐着，我就走。您坐着。行。小张，嗯，那边眼镜。怎么？这是咱老主顾了啊，每年都买咱十双八双的布鞋穿。我太费鞋了，给人沏茶去。沏茶啊，我不费鞋。沏那个20块钱一吨的啊，20块钱一吨的，你给我抓把树叶行吗？七树叶啊，七什么树叶？这这这无所谓。拿来啊，您先喝一口啊。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您看我们这个买卖人呐，嗯，没有什么不会聊什么天哦，就是买卖话呗。嗯，我就一瞧您这个身量，怎么？我感觉您这个是36的，36啊。你说我这脚啊？啊，我刚裹的小脚。谁这大老爷们36的脚啊？多大？41呀。41啊。小张，把那个41的圆口布鞋给我拿过来一双。别别别别别别！小张，回家回家，你回我打你，你回家，放下。不是，不买。我这不是让您买，嗯，我这是新到的货，新的样子。您呐，受累给我当个模特，完了我看看这穿上好不好看。我是干脚模的。来来来来，试试看。嗯。怎么样？哎，这鞋好不好看？还行。大。什么？大。大哟！一瞧啊，您就是不常买鞋。啊？新鞋是穿大不穿小，因为什么？这个鞋也是炫的活，您踩两天这么一回旋，它就整合适了。哦，没说清楚。嗯，脚大。脚大。鞋小，就是都这么聊天吗？哎，对，我腿都没有。嗯、您哪一看就不常买鞋。哦，新鞋呀是穿小不穿大。嗯嗯，鞋呢是炫的活，您踩两天这么一松旋，它就正合适了。鞋大能回旋，鞋小能松旋，鞋里有松紧带，松紧，松紧鞋。啊、脸长，脸长。透风不长脚气，脸儿短，不进沙子不灌土，底儿厚，有个砖头瓦块不硌您脚，底儿薄，走起路来显您轻快。包上吧，买卖这就做成了。哎，那什么，嗯，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有孩子了吗？有了。多大了？3岁男孩。3岁小男孩啊。那个小张，嗯，把那个3岁小孩那个小母鞋拿了一双。不不不，这不这小张回家回家，我讨厌小张，你走走。这大的我都没打算买，这小的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脸还得卖一双是吗？不是，我们今天呢开业大酬宾，嗯，买一送一，买大送小，这双送给您的。这是送的。对，换成41的。你这个人有点不要面皮了。行行行，拿着吧，这就是买大送小。哦，回头呢您前台留一电话。哦，您要是有需要一打电话，连大带小都送您家去，好不好？对，还真周到，可不可以？得嘞。哎，买卖就做成了。我还真成了。哎，这就让人的买卖。哦，你本来想买吗？嘿，没想买吧。嗯，没想买，但是依旧让他买了。哎，这就是让人。您等会儿，您刚说这不让人的是什么？不让人啊，棺材铺。棺材铺，棺材铺不让人。棺材铺没有让人的，是吗？你比如说，哪怕你跟老板是朋友，嗯，你跟人家在饭店里啊吃着饭，嗯，等他要送您的时候，也就一句买卖话。什么货？朋友家要是有点闲事儿啊，啊，您给张罗张罗。哦，还得朋友家，必须得是朋友家，是吗？对呀。哦，这就没有让人的。棺材铺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让人的。这么说啊，你看现在街上没有棺材铺了吧？嗯，就是因为不让人，生意做不下去了。不是，那是因为推广火化了吗？不，你把这个，咱这么说啊啊，你按鞋铺那方法对待棺材铺那是一样。哦，就往里把那话搬过去，往里让人，哎，客气一点。我生意好到爆炸，我跟你说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那咱打一回，来回，来回啊！看看，那我还得此时此刻六弯是吧？六弯。那我此时此刻呢，就变成了一个棺材铺子了，掌柜的了啊。
哟，先生。哎，您好。您贵姓呢？我姓李。哦，钱先生。你耳朵有毛病。姓什么？姓李。李先生。哎，您这儿遛弯呢？啊，转转。哎呦，外面挺冷的。是。上我们屋里暖和暖和。您这是什么买卖？棺材铺。不去。哎，上那儿干嘛去？暖和暖和，喝杯热茶呀。不是不是，您这买卖，您这里头没事，您这里头比外面还冷啊！我这。进来。好这么对。对街里街坊的，您坐这儿歇会儿腿儿。我坐哪儿啊？哎呀，我们这也没有坐的地方。嗯，坐棺材。我的妈呀！得了吧，我站着吧，我站着吧。小张，嗯，那没眼力劲。嗯，这是咱老祖故了啊！每年我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。你干这老死人的，给人沏茶去。嗯，沏了个20万一两的。我的妈呀！20万一两，嗯，喝一口少一口了。您先喝着，喝着啊。这这我不敢喝了。您先喝着。我不喝了。好，这这是要命的茶呀、哎！我是，您看我们这个做买卖的呀，嗯、不会聊什么天儿哦，无非呀就是买卖话。嗯，您这个身量，嗯、1.65米。1.65米，我补小脑了。我1.79米，1.79米啊，1.79米，我找一下啊。你找什么呀？1.70米，那边是1.90米，那边90的。90的干嘛呀？1.80米，1.79米，哎，就您做这正合适。沙木两帮罗木底，金丝楠子盖，把您搁里头，10年8年烂不了。啊、我扶您躺里试试。啊，是。我是棺材的吗？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有孩子了吗？有了，3岁小男孩。就是他。那小张，嗯、把那个3岁小孩那个小匣子拿过来一口。啊，这玩意儿干嘛呀？拿回家哄孩子玩啊。这也不是玩具。安四个轱辘当小车啊。那多闹得慌。闲到把盖钉上啊。钉上闷死了。闷死正好啊。怎么呢？亏本地就埋了。去你的吧。